哇，这一箱还是各一半，刚好。安排。盘肉，咱们几个人吃？四个。老板，羊排加牛肉，高点，稍肥一点的。哇，这个肉已经忍不住吃它了。太辣了！今天来这边遇见好多粉丝。哎，聊聊一下，好了，没得黑。哇，这虾好吃吗？虾皮都吃了。去掉头全吃了。虾皮烤的也很脆。哇，美不美？看不见你了。看肉都行了，看我干什么？够不够咱四个吃？不够了，不够了。够不够？够不够？还没有肉。哇，果然羊排还是最好吃的，这个蒜。来来来，别看我吃，你们也吃，你们也吃，你们也吃。冰口多食，冰口多食。羊油没了。哇，一串完了。嗯，给你，谢谢兵哥。不是，哇，你看这肉，牛肉，牛肉还是挺嫩的。只有就蒜，太爽了。一口啊！该，人还羊肉好吃吗？嗯。今天是吃肉的狂欢，要吃到开心。这才叫烧烤，这才叫夜市。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。这蒜美味，肉加蒜，手都要吃了，太过瘾了，这才叫串儿，之前的都是牙签儿，吃羊肉得喝这个解腻。太过瘾了！下面一块牛排，下次用刀叉切。没有肉了，蚌壳切都掉了。剥虾小分队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剥虾，咋还偷吃呢？这虾美不美？看着好美，美不美？一口，两个小串肉肉凤，兵哥，我给你炫个冰峰，可以，好，哎呀，厉害，手脸脏，还有人给发了个槟榔，槟榔，这人家都过来了，咱不得回礼，礼尚往来嘛，碰见粉丝高兴，这种肉铁粉。来蘸一下啊、嗯！还有这个，好，厉害厉害，好厉害，好，能吃，来刷个视频，来吧，祝你一路长虹啊！好好好，来兄弟，来，好，我家两口子，再来一个，好事成双嘛！我现在害怕谁又叫兵哥，感觉你像今天来吃了个席一样。到处有人敬的，